你为什么打冰球？冰球是一项团体运动，配合才是关键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你就是我的人，在球场上你就得配合我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我的未来不需要太多可能，我只想做好一件事，那就是好好打冰球。面对每一场比赛，我都会全力以赴，直到最后一刻。如果打成平手，加时吗？如果打成平手，算你赢。你今天的状态真的很差，如果继续打下去，就会输得更难看。怎么，怕了？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重返冰场。相信我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冰球手。你必须要盯准目标，然后有一种一击必中的信念感。如果一v一我赢了你，你就跟威廉道歉。我还没见过一v一能赢我的人。接下来的十分钟，让我来吧。如果连面对你、挑战你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凭什么让你瞧得起？拿起球杆的时候，穿上冰鞋的时候，和队友一起奋战的时候，我全身都充满力量。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，勇敢面对。如果冰球是你的梦想，你就一直坚持下去。我喜欢冰球，所以我要追逐属于我的梦想。就算台下一个观众也没有，我们一样要拼尽全力享受比赛。赛场上没有我和你，只有我们。